你到底是屁下咪棒的？大众女子乐团，我们是送葬一对，送葬是要演奏嗨歌。小弟的歌都属不太嗨的，也是有现歌的歌。这首歌在网络上的时候，阿信有去留言，我还去按赞，很厉害。今天真的孝顺给爸爸。我请你，我葬仪社代表，然后乐队也来了。你是物理老师变 YouTuber， 立体变魔术，就是这样。他弹一下的时候，这个就转掉。对马达来讲，转动的很快，把画面集中在一圈。你有发现他在转吗？传说中达文西可以用左手写出完全左右相反的字，就属于天才。像这一篇文章，他如果在记录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然后偷窥的时候没办法随便看出那些字。东京大学物理系研究出来，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一只手写出来，然后把纸放在额头，手反过来写大。真的吗？大你不会写大，你会写小。令人傻眼，是的，而且是让他们的同行看了都觉得弯腰，你到底在陛下咪棒的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行业里面，你非得要做出你的不一样，走出一个我们不一样的感觉，太重要了。如果你跟大家一样，是，那你有什么特色呢？对呀，对不对？像白云兄，白云哥你好，他就是殡葬业里面的不一样。对，他是殡葬业里面艺人，从事殡葬业你是第一个啊。其他可能有啦，但是我是比较大家比较知道的，而且我又是谐星去当兵，你看，应该说殡葬业里面你算最红的。也可以这样说，可以这样说，对，比较广为人知嘛。我去鞠躬，鞠到人家家属在笑，对，好笑啊，太谐星了啦。对对对，人家的那个观念啊，就先入为主的那种。你误会了，他们不是在笑你殡葬业，不是怎么样，笑你报了国仇。灯辉在艺能界里面，你都不一样在哪里？同行会傻眼吗？听听看，听听看。我之前是工程师哦，然后进来之后呢，其实我本来是歌手哦，但是我硬是模仿谐星电机半导体，半导体 semiconductor。我今天有看到一个，好像也是工程师。有，上面有写工程师。台湾很有名的公司嘛，是哪一家？宏达电。宏达电呢，做手机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真的就不一样，结果你是从工程师变成歌手，然后又变演员，那等于是斯文扫地人啊！为什么人家这样斯文？你不是说他不一样的地方吗？这就是他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不止这个主持节目，我还这个是歌手的身份，然后后来又去拍戏。他最初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看着他长大，真的是对对对对对啊对啊！我那时候也跟他讲了很多，哎，是，结果他你现在干的还比我好啊！也没有这样子啦，好好发展，大家都有他各自一片天嘛。当然当然，像小猪应该想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嘛。有，我有珠宝鉴定的证照。珠宝鉴定的证照，对，就要开把你的，要开把你，人家送你宝石，你看看。没有，这个是假的。没有啦，是我有去上课，有考证照。哦，那四个西是哪四个西？大小，然后进度，然后硬度，还有一个是，等一下进度。你在讲人体器官？不是。钻石、硬度，然后进度、纯进度，还有一个是，还有一个是它的数量，不是 BBSR 那个是进度吧？我要讲哦，等一下，我真的忘记了，对，它的切割，切割，对，因为我有点忘记了。以后不要再说你是什么机啊！我五年前有考到证照，然后那个时候有钻研。今天你们就当裁判好了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五位他们说他们在这个行当里面是不一样。第一位，大众女子乐团，徐雅慈小姐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大众女子乐团是怎么样的乐团呢？他们专门在送大众的，是吧？真的啦，真的啦。我们是送葬一对。啊，真的是啊！有没有看到？就是传统的西手米，西手米哦，西手米送到山头啦，或者什么
你们这个是总共团员有多少人？基本团员有13位。一定要取这种不吉利的数字吗？是有一定要单数吗？原则上都会采单数。哦，因为那个算是丧事，丧事等下就单一个人去就好了。他颠覆传统，送葬时要演奏流行嗨歌，嗨歌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小弟的歌都属于不太嗨的，应该没有演奏。也是有献歌的。什么？我会想你啊，我会想你，很合理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会想你。是，对。啊，真的。宪哥有一首叫《笨小孩》，有没有？应该没有，好，不能笨小孩。有一首很适合，哪一首？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天才搞了，然后这个特殊经历，演奏完附近店家用餐，老板。撒盐辟邪啊！哎呦，那叫不礼貌啊！那他怎么对你们撒盐？其实就是传统的乡下人家，他们的观念会比较保守，对，然后一直会认为说我们从事丧葬这个殡葬这个行业，对行业会觉得说比较不干净，比较有晦气。哎呦，对，你是做功德的，对呀。我上一次要去宪哥他家，他也不让我进去啊，对呀。晦气，那应该是有别的理由啦，对，有别的道理。是啦，然后他这个老板是胖胖的，对不对？还好，胖胖。你可能误会，他可能是在日本相扑选手了。哎呀。那个是那个是他们幸运的，不不，他撒盐巴就驱邪啊。哦，是吗？比赛场上也是哦。对对对，他们意思就是要驱邪。心里面会很嘟喃吗？嘟嘟喃喃，就对对 ，whisper 是一个国小，还好了，其实我们习惯了。哦，习惯了。对对对，门口就跟他吹个嗨歌啊，对不对？他吹什么？他撒盐巴，你吹嗨歌嘛。其实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没错。老板，要不要帮你吹个喇叭？他们有别的乐器啦。然后商家要求徒步走到土葬点。结果穿高跟鞋背着乐器，一走6公里，太远了，真的。哇，那真的叫送佛送上了。当时是怎么样？哎，其实家属如果要求的话，我们会就是也是会跟着走。啊，你可以讲，哎，你们走啊，我们在这边，我们吹用力一点，你们听得到就算了。哎，可是你原本的工作不是乐团呐？原本是从事寿险业啊，发你是 before 这个是 after， 没有没有，他是寿险业，嗯，对，然后做了寿险业，哎，很多人来领，都领到了寿险，他不如就说连后面这一段也处理了，就变一条龙的服务这样子。讲实在话，你们在人家丧礼里面，你吹嗨歌是哪些嗨歌啊？他们怎么可能接受？我看他们好像有上新闻，有没有？有啊 ，YouTube 都看得到。什么送你上月球啊？什么？就离开地球表面，离开地球表面啊，离开地球表面，上月球，我的阿姆斯壮嘞，直奔去月球。那么嗨的东西，家属能接受吗？家属非常的肯定，他们要求。那你怎么跟他们说服，让他们接受啊？嗯，通常现在的家属他的观念会没有像以前那么保守，嗯，可以用另一种比较愉悦的方式去送往生者。对，现在你们这一团红了呢哈，还要被别人同业挖角，对对对，所以他们也想要弄一团像你们这样就对了，一样的，甚至我们的制服还会被模仿。我们的制服就代表我们的团队，团队啊，对，那等于说是别团的，一样一样这个行业的送葬一队穿着我们的制服，没有啊，我也觉得你们是山在那个月光仙子的那一套，美女战士，对不对？那干脆我们先你看你们的那姐妹们有没有带来？好，可以哦。他们这一团听说里面都是美女哦，好年轻的，腿都很长，有些到我这腰上。长颈鹿哎！来来来，各位大众女子乐团，现场给你们表演一段给你们看。来来来来来 ，Let's go！ 还有指挥来了，指挥来了。
面还插一个男生，他是不能进去，是因为他是男生啊。哦，因为他是女子乐团。没有，硬逼他穿裙子，他抵抗了。但是他努力留头发了。让我们有请往生者回礼。哎，不干什么啦，我就要演这个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概念非常好，很好啊。我们中国人讲求是什么？养生送死，是对不对？挖的时阵一粒土豆较好呀，哎，死后拜低头，一粒低头嘛，对对对。所以这生前呢，你对他的好啊，他已经可以永远留住。上帝可以带走你的性命，但是带不走永远的回忆。对呀，今天呢 ，Sandy， 你今天真的孝顺啊，已经给爸爸。神经病都不吉利啊！有藏衣社代表，然后乐队也来了。宪哥，你到了，你想听什么歌？现场可以点。不要，没有要点啦，吵死了。那我能不能晚一点走？等美国的回来。所以你看他们这个行当啊，我们也希望用一个平等的一个角度，这个也是服务业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没有错啊，对对对。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这个宏图大展，好。对，这也不能，这也不能这样子。就每次你看，就我们那个过年尾牙，我不知道，哎，我们希望明年的业绩可以冲破几，哎，这好像好奇怪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对啊，就让习总这样。对啊，然后我看到哎有一个匾额，这也不对，医院写的千客万来，不行啊。报告完毕，好了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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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老师今天的带领啊，谢谢老师的带领啊，雅慈，还有我们大众女子乐团，哎呦，哦，来来来来，这个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，他们真的是让大家其实往生者啦也不会走得那么难过，对，然后家属也比较开心一点，而且他演奏那首歌词叫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对呀，好讽刺哦，跳一跳，结果他从那边跳上来，他也会吓一跳，人家都不跳。他们已经遇到那个，就是他们这首歌在网络上的时候，其实阿信有去留言，对，对，我还去按赞，很厉害耶，对，有意思，有风度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就觉得哎不吉利，不会，不会改变一下嘛，面对这个。第二一位音响工人月华光先生，30年同行傻眼司机，本在幕后做音响，居然开始模仿伍佰。哦，大家好，什么时候开始模仿伍佰？冲冲冲那个专辑出来的时候，对，是那一年开始。哦，他怎么会突然变成模仿伍佰老师？你本来做影片的啊，拥有，对啊，怎么会变成搞这个？我是刚好去做那个台南的昆山工专，哦，以前是工专嘛，以前是武专，嗯，然后那个学生跟我说，哎，老师你长得很像伍佰，我说是吗？但是伍佰是谁我不知道呢。啊，你当时我当时不知道是谁。对，学生就说明年我们还是请你过来做音响，但是有条件。但是有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？那个条件是，就是要我上去帮他们唱一首歌。当时也不认识伍佰，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只要人家说你长得很像伍佰，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硬着头皮就答应了。硬着头皮，为了要接那个工程的活，然后就硬是模仿伍佰，对啊。啊，你说大陆模仿伍佰演出是遭到设计啊？苏州旅游小姐。比赛哦，他要我去那边，就是当个那个嘉宾，嗯，但是我答应了，我答应去当嘉宾，因为不用唱歌，什么都不用，然后早上是去这个工地秀这边，吓死了，他拿 CD 给你签，一看，哇，这是伍佰的 CD 嘞。但我不能签啊！你看我只能签499的，我一签。我懂你意思了，就是说人家找他到中国大陆去表演，是，然后呢声称伍佰来了，哦，对，歌迷也通通来了，对，骗大家的，因为他们也没看过真正伍佰，对，然后就觉得他是伍佰，然后就把他当作真的伍佰在占用，然后他我明明是来模仿的，搞到最后我是来假的伍佰，然后还要签 CD， 那哪敢签呐？好恐怖哦！我也不敢签，可以签啊。当时可以签，因为他 CD 可能也是仿冒的，不是，是真的。这是一个名文化风景，也不是正版的，去哪里买正版的？我不知道啊。当时可以，然后我没签。没有，你还是可以签嘛，你就签个500，但不能跟人家一样嘛。底下偷偷写个西西嘛。我爸 C C A 啦，木瓜牛奶啊，该也不赶快呢。啊，所以你那怎么办？
有被认出来说你是假的吗？佑老师运用科学来揭秘吴宗宪，却遇到困难。你是物理老师变 YouTuber， 静力变魔术，就是这样。他弹一下的时候，这个就转掉。对马达来讲，转动的很快，把画面集中在一圈。你有发现他在转吗？传说中达尔文可以用左手写出完全左右相反的字，就属于天才。像这一篇文章，他如果在记录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然后头盔的时候没办法随便看出那些什么。东京大学物理系研究出来，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一只手写出来，然后他把食物放在额头，手反过来写大。真的吗？大你不会写大，你不会写。出来说你是假的吗？我知道的时候来不及了，但是当场我又不能。我如果今天我说我是模仿的500，我可能没办法回来的啦。啊，骑虎难下就对了。我又自己又不敢讲。哦，那整个头脑里面不知道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那因为他整个懵了。那那个就是酬劳，酬劳没有拿到。拿到你想要给我，还没拿到酬劳。对，本来是讲好是10000嘛，人民币10000，太惨了。还要去那里，那个叫神鬼认证是吧？对呀 ，Born Identity。啊，你看过真正的500？你有见过他本人吗？有。你该不会是打扮这样子去吧？不是，我打扮工人啊哈。真的差很多吧？也不会，所以啊，是不会差很多了，就讲话一样无聊就是了。讲话是很无聊，但是500的幽默有时候我连我都会笑。有一次就记者问他嘛，以前我不是有一个超级新人王嘛？有。他现在女儿做一个超级新人王 Plus， 对，超级新人王那个年代哦，奇怪他就特别爱看。记者就问他，哎，500老师，500老师，啊，平常都会看啊？平常。我都在看吴宗宪的《超级新人王》，这么生气，那么生气干嘛？记者，因为大家有不知道在气什么，怎么办呢？那除了这个以外，你平常还有做些什么？其他的，其他时间我都在看吴宗宪的《超级新人王》重播。好爱看哦，好死不死，我刚刚看电视，我怎么那么无聊？怎么？我看我节目，谢谢他们重播。这是他的幽默啦，直接模仿一段给你看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月光带来冲冲冲，500大哥。500老师带来冲冲冲，王登辉请准备。就会咯，飘的是我的脚步，予我来当作先锋，开出一条爽快的路。无时间通予我来怨叹，也无时间通予我来眠梦。冲冲冲，为自信心勇敢冲，冲冲冲，面对那我汹涌，冲冲冲。那心中充满热情来冲，一定成功。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他的神态很像，神态。那整个他以外形来讲，我觉得当然是比较形大过于身。对，哦，对对对。所以他如果也唱得不错，他如果用刚才的那个状态，加上我的声音，那就无敌了。哎，啊，真的可以耶，对嘴一下。那要不然用你的声音来？对对对对，我比你咬不要唱。你对嘴，好好。我比你咬不要唱。哎，你对嘴的哦。对，副歌下的话，好来啊，副歌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冲冲冲，铁柱心心向前冲。冲冲冲，打遍天下我汹涌。冲冲冲，早在掉我的心中。最美丽当初坚持的理想，那心中充满热情来冲，一定成功。我来了。拍掌！没有，你的是夸张。后来我今天一比较，才觉得其实你也不像。不敢想，不敢想，对吧？他声音太年
轻啦，声音太亮了，哑齿点不了。对，好，点不了。一那个声音爱耍法，故意的。哎呀，不用讲了，两位谢谢淘汰。不，谢谢德辉哥。你刚讲那个模仿在大陆出包的事啊，被利用了，被利用，被利用了。不过你以后要懂，要先拿钱嘛，先拿来再说，一定是这样。我们可以不要聊这么有铜臭味的事吗？他今天就是来模仿。再来是我们物理老师，我跟你讲哦，物理老师怎么特别？物理老师能跟他什么不一样呢？看看影片里面的他。来来来来，豆总，你拍摄了某一种周期性运动。那它的运动频率跟相机拍摄的影格率如果完完全全相同的话，就会看到特定的暂停情况。首先，没看过什么是链珠喷泉的，我先玩一次给你们看。只要将买来的链珠从杯缘的一边滑下之后，最后会出现不用依靠杯缘却可以整串链珠浮起来的现象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其实可以徒手抓苍蝇？怎么抓呢？来，我们再看一次，苍蝇飞起来往侧边飞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轨迹如果从侧边挥进来的话，其实可以抓到它大部分的轨迹。有看到老师手前方有一只苍蝇，这时候呢，我用极快的速度挥过去，你看这多完美的动作啊，力与美的结合。接下来看到的装置呢，是我用 Arduino 设计的，我接直流马达，然后让它有正反转的效果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对马达来讲，转动的很快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哦。而且在影片当中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每按下去一次，你几乎看不到它转动的过程，就直接翻到背面了。你说老师哪有？我很清楚，我看到你转过去啦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那个是所有装置给你看到。如果我把画面集中在只露出一圈的情况下，你们看画面这样，你有发现它在转吗？应该没有了吧？对你来讲，应该就是瞬间出现，瞬间消失吧？哦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不知道我们就要问，不耻下问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刚刚他那个可以瞬间移动，原因是什么？我真不知道哎。北齐啊，刚刚已经演完了，一共速度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有一个机器啦，啊，机器。就是其实那个桌面上有八个铜板。好，对，那个佑老师来告诉你，来来来，佑老师，物理老师当了17年。来，上道具，上道具，来来。好。佑老师，哎呀，这个佑老师本身是物理老师是吧？对对对，教高中物理。你看现在最红的科系是什么？古典物理。你说还有分古典的跟怎么说在台湾吗？对啊，古典物理现在因为它应用的端面比较多嘛。你不同意你就说不同意。我觉得我说真的觉得物理很重要。我这边是有大众女子乐团，还有伍佰老师。刚刚这一个对老师，刚刚硬币变魔术的这个就是这样做。海诺善举造福皆有，却碰到另类难题。服务自家法郎客人，还义务帮皆有剪发。哇塞！遇到头饰的客人，就是直接就帮他剪短，没办法剪造型。梳子是梳不开的，里面都是会有头饰的软这样。啊，上课比较恶心。其实什么人都有啦，就是他会拿报纸啊，然后指定哦，我要剪贝克汉的发型。哦，对，然后就像苏贞昌那样，他要剪贝克汉不好剪。还有遇过那种两三根的，还要中分。对对对，不要把我的刘海吹乱。这个对，老师，刚刚硬币变魔术的这个，就是这样做的。其实我不能保证他怎么做，因为魔术师有他们绝对的秘密。是。哦，这三颗嘛，这三颗是可以转动的嘛？我认为是这样没错，但这样。他弹一下说这个就转掉，这三个转掉消失，所以他必须黑的桌面，那这旁边有几颗埋伏的又转出来，没错，就变成铜板，其实就是同时动作啦，对，就变成瞬间可以移动，然后他身上可能这个属于电子产品了，在我对魔术的认知里面已经不太像魔术，因为正常魔术好歹会有个障眼法，对，然后这个是直接画面上让你看到，魔术分几种，第一种最高端的，古典派的，就是所谓的手法。手法，对对，再来就是障眼法，扑克牌变不见什么，手法障眼法，再来就是道具，这个就属于道具。第三种，对 ，OK。那如果是西洋人的道具，那又不一样哦。怎么说？是什么呢？没有，因为魔术最早是从西洋那边传过来，哦，对，比较精密一点。对对对对。好。好。
好，今天还有什么东西？破解夜市丢铜板是什么？是一种游戏，现在新出来的游戏，他们给你一个箱子，像我们前面看到这样，然后有一条线在上面，但是你要在把那个铜板丢出去，要落在它规定的范围以内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这个有铜板啊，对，我来试丢，要丢到哪里到哪里？基本上有一个距离，然后银铜板如果能丢在白线之前。就这样啊，就送你一个娃娃。那老板厉害，后面都很大的娃娃，对啊，都是那种。但白线之前才有，这样就没有。快成功了，我是不是有概念？快了，你是往回转，这也是另外一种物理观念，没错。哎呦，有，好厉害！我也要试试用这个，比较有用。没错。Friend power。正常丢就会像这样飞出去。对，好，那我的方法是让它的惯性往回反过来，然后如果说，因为它有这么多角嘛，它如果有一个角度是在处于这一面，对对对，完全正确。回来这样，对我之前去夜市，老板也是这样教我的。那个老板说拿这个十块钱呐，他说他说要这样子拿着，是这一个面的这样掉下来，然后说你手要伸过去，然后大概这样子温柔的让它丢下来。有，交了很多学费。对啊，没错没错，蛮重，看是真的。关键就是一定要斜切的撞下去。在物理上，这个要搅动的时候，你要维持一个东西同一面都向上的话，其实只要转它就好了。哦，对。是刚哎对哦，对不对？哎秀，对哎可以哦。还有要多练的东西吗？有有有有，他有准备别的，他有准备别的。来来来，谢。来，这个叫做历史上有名的。你是物理老师，你没事，整天在这个po变 YouTuber。这个事实上你就是从生活中只要觉得不合理的事情，或者是可以分析的事情，你又开始去分析。那这样让学生就是养成一个态度啦，动脑，对吗？而不是人家说哦，这个就是这个原因，我们就人云亦云，这样是不行，实事求是嘛。台湾还蛮常这样的，有七分证据讲三分的话，是谁说的？会有人讲这种话吗？不是嘛？好了，赶快快七分讲三分的话，真的吗？人家是物理老师，物理老师，国文老师，到底胡不胡？好，对，我还是很怀疑。好 ，OK， 好，教大家一个东西。另外一个是达文西笔记，传说中达文西啊，他可以用左手写出完全左右相反的字。他的好处是，你看哦，像这一篇文章，哦，不就镜面，对对对，就镜像而已。所以大家看到的文字是反过来的状态，等于他并没有办法立即的阅读。对，然后这就是传说中他写出来的文字。对，他的笔，他的手稿也真的是写左右颠倒了。那好处就是说，他如果在记录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一些人要偷窥的时候，没办法一瞬间看出他写什么内容。但我就会去想说，那我也是一样研究嘛，怎么会有人可以那么简单写出左右颠倒的字？对，也有多种方法啦，我们一种一种介绍好了。好，来，对我研究大概现在目前为止知道有三种。第一种就是任何人再蠢的人都做得到，就是主要两手一起写字，左手就会写出跟右手颠倒的了。就比如说是这写一嘛，两手一起写就会同时出现一的，两手一起写就会二，两手一起写有三。但这一边你看这一边就是镜像了，镜像需要测试吗？这个不用测试，这个不用，大家都做得到，事实上好像都要做得到。然后第二种方法就是真的有人可以直接手就写出左右颠倒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据说能够直接同时一只就只用一只手就写出颠倒，那个就是属于天才型的。真的？对，就是达文西当初做得到这件事情。OK。对啊，然后说我上课的时候都会问学生有没有人做得到，只有两个学生，两个学生。哎，这个可以看影片，有影片，而且他写的速度是直接就跟正常的速度差不多。哎呦，怎么可能？强哦！来看他写，月落乌啼霜满天。没有，我随便出一句嘛，有觉得写错吗？还是想说，其实你慢慢写也写得出啊，但是你也看不出来这是这种天才型。然后反过来，他们还有一个更恐怖的地方，就是反过来。我把刚刚这个影片呢翻转180度，让你再看一次。你仔细看他写的字的笔画，看清楚，他竟然是真的完全镜像，写字的所有笔画竟然完完全全一样，哎，不是用刻的，哎，那你看连写错字那个涂掉的。连写错字那个涂掉的圈圈也是镜像，哎，太夸张了吧？所以你看，事实上这种头脑结构的人是存在的，所以他们要直接拿出笔写出笔记，然后笔记全部镜像，应该不是一件难事。虽然对我们来讲很难，这种人很罕见啊。
对，所以你还把它分析成有几种这种状态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他是 YouTuber 嘛，所以在网络上的 tempo 才会是比较合理的状态啦。是的，慢慢分析。然后第三种呢？第三种就东京大学物理系研究出来的，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一只手写出来的方法，就不需要再两只手了。但这个方法就比较有研究啊，叫做边缘人写，因为写起来就会感觉人很边缘了。好，对啊，你写写看。就是把纸放在额头，然后这样你手反过来写，就一定会左右颠倒，就很奇怪，要试看看吗？难怪我小时候超讨厌物理的。对，大真的吗？大。大，你不会写大，你不会写大。不是啦，我现在变成那个字的结构。没有，你就正常的用你的右手写。对，然后你不是会先画？好，先往右画第一画嘛。对。哎，笔画就对了。哎，笔画对。哎，也对了，有没有？哎，小也对啊。哎，对。哎，小拿来过来了，过来。好烦。也对了，对了。来确认看看啊，翻过来看看，哈，就用这样啊？哎，对，就真的有没有？哎，完全正确了。哎，大小半，哎，连写我也对了。当时达文西是用这种方法的话，这是凡人的方法啦，这凡人的方法。所以他们放在这里，他就真的会写电脑啊？这个有意思哎啊，对啊，对吧？哦，那这样就变成就镜像的出来就对了。对对，因为你脑海中是正的，手是反的写。这老师，所以你做这些事情，就是说让同行傻眼，学生啊，他们有可以去做一个思维。哎，对对对，就但是研究这些事情有时候都真的很边缘啊，因为不见得是大众喜欢的。没有关系。不过你抓那个苍蝇那个角度，我们从小就知道。真的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小时候真的是这样。因为他们是这样飞上去，所以你侧面过来，基本上一定中。一定中。因为我们都很天真的这样往下。对对对，这样没有用，它是从这里就飞出去的。对，那有另外一个说法，老师可能不知道，用这样抓不到。因为风的压力让它提前知道，你挤压到那个风，它就哎哎刮，不会，真的是人的问题吗？哎，危险，好不好？不一样啦，那个风的压力灌上去，然后它就咻就走了。所以你看嘛，我们苍蝇拍一定有洞啊。对，就是风可以流过去。蚊子有没有？它是靠你们，你拍它的时候产生的气流，它就循着那个气流就旋开了。哦，对，它是吹走的。对，还是有很多你不知道的。讲这个都是我没有说什么都知道。喷术师令人大开眼界，吴宗宪推荐绝佳人选。上进工程师250万年薪，去当月薪50000的喷术师。喷术师全台湾就这5位，这么少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这怎么可能爬上去？天哪！这个的话是在灭大动物园，外面这么大的树叶，风来的时候从这里折断，下面是动物，就造成他们生命的危险。这个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的拍摄，好单纯，就这样攀上去，哎，他第二可以接触到自己喜欢的树嘛？对，以后再加一个名额，我帮。王中平报名。有什么好来这里啊？很奇怪，海诺你好，你是有什么6年的哦？服务自家法兰克人，还义务帮街友流浪汉剪发。哇塞，你好老哦！哎，这么年轻，你愿意做这样的好事啊？对，因为从我刚开始就业的时候，我的前辈就带我去义剪的工作。义剪啊？对，所以就一直就是到现在。其实刚开始的话，去找街友剪头发的话，是不是很习惯？因为味道其实在一般的路上不会去闻到类似像这样的味道，是是。对，那剪久了其实就是习惯了啦。还能习惯呢？对，就习惯了，觉得其实也还好，都是帮助别人这样。那像遇到头虱的客人的话呢，我们都是直接就帮他剪短，因为可能也没办法剪造型，梳子是梳不开的，里面都是会有头虱的卵这样，啊，会比较恶心。还有性工作者哦。对，自恋街友，其实什么人都有啦。那像因为我在那个地区算是万华啊，对，那就会很多类似这样的工作的比较年长的长辈这样子。对，那他指定要男生剪哦，他不要女生哦。那剪的过程当中，他都会讲一些，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啊，多漂亮啊，然后讲讲他内心比较空虚的地方。对，明日黄花啦，但是也难免回忆一些过去。
有时候看到年轻的又帅的这个剪发师，又是来意见，那给他们也给你回解回解，会小吃豆腐，动了凡心，对，可是就是抱着帮助他的心态这样，对，能让他心里比较舒服就是好事啊。那自恋皆有的部分是什么？是什么意思？像是就是他会拿报纸啊，他要指定哦，我要剪贝克汉的发型哦，对，然后就是哎，你可能剪完之后还是要就是称赞，还是流浪汉，嗯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有。他的头发是已经像苏贞昌那样，哎，要剪贝克汉不好剪哦。没有啊，也还有遇过那种两三根的，还要中分。对对对，不要把我的刘海吹乱。哦，啊，你这做了几年的时间？大概也是就是六年，断断续续的。只要有空，其实就是会找朋友，像是我现在就是会带我的同事啊，然后还有自己的徒弟啊，就是加入这样的工作。这真的是也是好感人哦，年轻人愿意做这件事情，这个就是不容易，对不对啊？嗯，我们也希望这个，如果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我们艺人朋友大家愿意出钱出力啊。对不对？帮忙啊，或者干嘛？街头弄一个像日本街头，一个摊位，不，日本街头怎么样？有那个有那个流动的浴室啊，可以帮他洗头。我不要帮他洗头，你让他自己洗啦。哎，然后这里面进去，然后热水进来，然后就可以洗澡或干嘛，那再来剪头，再来干嘛？对，有机会需要这个，一定要一定要。洗衣翻这样。好，谢谢年轻的海诺，好吧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杜老爷资历五年，傻眼事迹是什么？放弃工程师250万年薪，去当月薪50000的攀树师啊？攀树师是什么？攀树师好像我同学的爸爸的名字哦。对呀，攀树师。攀树师不是王中平的左位台机，是爱树男嘛？另外是爱树男。因为我在 HDC 9年，嗯嗯，对，然后就是没日没夜啊，然后这样子一直工作下去，哎，然后。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行，而且很累，然后就趁着啊，我女儿啊，还未满3岁以前，还可以请育婴假，哎，赶快请个育婴假，好好休息个半年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当你的坏朋友，不能这样讲，好，当你好朋友知道说，哎，你最近很闲哦，然后啊，我能不能不要叫你杜老爷，我可以叫你杜太太吗？育婴假。然后就陪，为了陪女儿啊，女儿是宝贝嘛，对对对对。然后陪女儿的时间以外呢，是不是就有朋友来找你？哎，攀树师要不要来爬爬树啊？哎，对，然后就会开始啊，攀树师啊，全台湾目前就5个啊，就五个，那个时候一共有5位，对，然后现在已经有到10位了，对，那他就开始游说我啊，就是啊。你工程师的工作啊，你可以做到几岁啊？40岁吗？50岁还当工程师吗？对，但是攀树师不一样哦。你现在全台湾就是5位。对。他用跟他女儿讲睡前故事的方式跟我们讲他的人生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哦，接下来就可以看到他如何成为攀树师哦，哇，好玩哦！故事属于比较拉杂的，很多旁边的事情。后来啊，哎，我喜欢树木，我有攀树的技能，哎，我更应该要去把这样的观念保怎么样保育树木，怎么样正确的修剪树木，怎么好好的对待我们的树木，这些观念要推广下去。当然当然，树木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地方是人跟树之间的感情。例如这棵树在我家面前，我看着它长大的，是。那你说这棵树不缺它，可以砍掉它，我再种一棵新的树，种得更好。但是那已经不是从我小时候看到长大的那一棵树，所以其实树不单单只是个植物，它跟人之间是有感情的。所以我也希望它不是被砍掉，重新种一个更好的树，而是感动了。这棵树可以被好好的对待。你总算愿意好好讲话。他很真诚啦，而且连香港的消防总教练都来问你怎么爬树，有需要怎么学吗？那时候我遇到香港的那个森所教官，他来观摩我们爬树的原因是，
他说香港最近非常流行玩飞行伞。哦，有人就这样飞飞就挂在树上，他们只能在树下看着他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爬上去。是，对，所以我们那一次就是，哎，哇，原来还有攀树的技术可以这样做。这些枝微末节可不用讲，你告诉我们怎么上去就好。怎么上去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来看一下，有照片。首先你要有一棵树。是的，哦，攀树当然一定要有树嘛，超高的。这个呢是我在，不是那种普通的树，而是这么瘦的树，这么细耶，这可以爬。他们好像说树枝只要比手臂还粗就可以爬了，对不对？一般要看树种，对，这是一个通则，但是其实要看树种。这个的话是我们在云林科技大学，对，他们在一个中庭里面。那这个中庭的话，因为四面都是建筑，所以吊车是进不去的。那这是中庭里面有五棵很大的小叶懒人。那因为已经长得太大了，所以它整个中庭就是被光线全部被叶片所遮盖了，所以它要抢光。对，难度在哪里呢？注意看哦，我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下面有一个很玻璃帷幕的建筑，所以如果我这边一刀切下这个枝条的话，直接落下玻璃就破了。破掉，对，那不行。所以我必须要用一些绳索的技术爬上去以外，我必须把枝条切掉。而且这个枝条不能让它垂直落下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是是是是。那再看一个，好特殊哦，这个怎么可能爬上去？天哪，这怎么可能爬上去？这个对攀树师来讲，这个叫做家常便饭。哇塞，这个一般都是松鼠会爬到那边的。对啊，松鼠啦，松鼠啊，所以它身上还有一个安全绳拉住的，聪明，很重要。其实你会觉得说，我好像很危险。你看，我现在是踩在这个枝条上，这个枝条会不会断掉？对，应该不至于，因为身上有一个另外一个力量牵引。宪哥聪明哦。你看，其实我的重量是落在这条绳索上的，这个枝条只是避免我荡回来而已。所以我对，所以我借由这样的力学结构，我可以走到这个枝条外面。哦，这个的话是在木栅动物园。对，木栅动物园呢，他们有一些区域啊，是从木栅动物园开园三十几年以来没有修过树。哦，树长太远了。对，想把它调整或者修掉一些。像你看这个枝条好了，外面这么大的一树叶，所以风来的时候，它就会密不透风的，就会造成像船的帆一样，会从这里折断。哦，下面是我们观赏的动物。对，就造成他们生命的危险。是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出去修整，就对，把这个枝条稍微做一下适当的调整。对，来，这段影片就是我们这个大师在攀树的一个画面。来来，杜老爷看一下。看一下。这个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的拍摄。哦，练习的时候。对。我们从地面上开始，直接垂直的往树上，单绳就这样攀上去，哎，哇，超高的！不是要一个解压，那这个臂力真的要很强，哎，臂力啊，臂力跟抓力，对对对，抓力。其实主要不是靠抓力，因为我脚去，我去，对，脚是夹上蹬上去，有交缠踩住绳子。今天真的见识到真的非常不一样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是杜老爷，然后他这个竟然是一个工作，全台湾五，现在有十位了，十位，对不对？然后真正是要可以，他又可以接触到自己喜欢的树嘛，对不对？以后再加一个名额，好不好？我帮王宗平报名。16米高也可以爬17米。好的，再次谢谢他们，希望他们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。